嗨，我是宝可梦。今天大家都还好吗？哦，最近呢，玉山与贝尔卡他做了这个一个很有趣的动作，他就是换了一个粉色卡面啦。哎，你有发现就是2020年下半年，所有的银行有志一同推出好多好多的新卡面哦。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发觉他们好像觉得就是说，仿佛换了一个新的卡面之后，它的销量哦，这个卡片的办卡量就会暴增。这是真的吗？好，我们等一下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哦。好，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玉山与贝尔卡的2020年的权益到底是如何呢？一支影片跟你讲清楚、说明白，好不好？本支影片重点2020年的新制回馈呢，哦，重点提醒跟大家讲哦。那它到底是权益提升呢，还是权益缩水呢？等一下看了就知道。好，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它在这个 Uber 卡上市周年的同时呢，推出了粉红色的卡面。哇哦，好，这个粉红色爱好者呢，哈，基本上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喜欢。那除此之外，到底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优惠呢？哦，也跟大家讨论一下。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他网购神卡的这个介绍呢，也会介绍几张卡片，让大家就是来个 UB 跟挑选哦。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进入我们的重点啦。好，第一个就是2020年的新制回馈重点。好，在真正开始讲重点之前呢，我要想 给大家看一个这 Google Trend。好，我在这个今天录制这支影片之前呢，我有先上网去用关键字搜寻了一下，会发现这一年来这个玉山 Uber 卡它的声量原本是非常非常的高哦，那到后来就是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慢慢的就下滑，然后到现在几乎到冰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银行也蛮有趣的，就是真的优惠齁越来越差啦齁，所以只好就是再端出一些新的牛肉，看可不可以就是再有一些新的办卡量上来齁，所以你可以看到网络上面的这个搜寻量，就会知道其实这张卡片真的是江河日下了啦。为什么玉山银行拥有一手好牌，但是为什么打到后来就打烂了呢？好，之前介绍的这个玉山 Only 卡也是一样，然后现在我们的 Uber 卡也是一样。好，在下半年的部分呢，好，整个权益就整个大改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觉得没差了吧，反正都已经是老大了，权益缩减也没差的样子。好，来看一下这个我们2020年的新制回馈重点。2019年它这个卡片刚上的时候非常的厉害哦，主打15820，好，也就是说它的真爱密码呢，国内 1%， 然后网购 5%， 超商 8%， 这个电影 20%， 非常的厉害。然后那时候全网哦，所有的部落客都在疯狂推这张卡片。然后他那时候又有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揪团礼，就是揪满10个就给你一个 AirPods 哦，非常的厉害。对，那我们卡板帮三位 KOL 也都完成这个任务啦。只是说，在2020年的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之后，它的回馈整个就大降了哦。你自己看，2020年这边一般1%就是还好，就是维持好无上限。那网购的部分呢，有5%降低为3.8%。那之前月上限是6000，现在月上限一样是6000，对不起，之前月上限是600，现在月上限一样是600。但是呢 ,3.8% 这个数字人家看了就是不爽。以前可能刷12000可以封顶，现在可能要刷到15000多你才能够封顶。但是那个数字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啦。齁、哦。超商的部分的话呢，之前有 8%, 现在也降到 5% 了齁、哦。好像就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齁、哦、那么厉害这样子。齁、哦。但是呢，你超商一组的部分的话，你这张卡片如果你没有其他回馈更高的信用卡，那这张卡片可能还是可以拿出来用。但是我自己基本上就越来越少用了。好，那之前很厉害的 20% 回馈这个电影的部分呢，它直接在今年就把它改掉了。任天堂然后 PlayStation 的这种电玩的部分呢，好，这影音平台直接给你 20%， 但是它没有要给你看电影 20% 了啦。所以今年的话呢，就是缩水缩水再缩水，好，这个是很明显的。那前几天你们如果看风传媒的影片的话，他们邀请宝可梦去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说有哪些卡片权益变差了，其实我就直接指明两张卡片，第一张就是玉山 Only 卡，第二张是玉山 Uber 卡，也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张卡片。好，所以你不知道我们在节目上面跟艺人聊了哪些的话，也请你去就是观看这个风传媒最新的这支信用卡的影片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既然他有推出新的卡面，
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专属的回馈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粉色卡片其实真的还蛮可爱的哦，所以我当然就是当仁不让，为了要秀给大家看，我就立马就是我之前的旧的卡片停卡，然后就换这张新的。好，所以玉山银行它有要求一个新规则，就是说它是同一个系列的卡片，你只能够有一张。好，它可能怕人家就是一直乱办卡吧，好，所以都后来的新的卡片都有这种限制。所以如果你想要有这张粉红色的卡片的话，也请你要把你之前的 Uber 卡给停掉，才能够加办这张卡片，这是没有办法的。好像台新的这个 Agogo 的 MIT 卡也是要这样做才能够申请到新的卡面哦。那它的最主要的优惠让我觉得可以办的就是这个，这边有看到就是说最高 8% 的 Open Point 点数回馈哦。那想说之前不是就一元一点，然后300点兑换一元嘛？那到底 8% 有什么厉害的啊？当然不是哦。现在的话呢，因为7月1号起 Open Point 点数已经改换成新制了，也就是说你是累积到的 Open Point 点数就是一点抵一元。好，那之前旧制的部分都已经转换成新制了。好，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看我下面的那个资讯栏，下面都有这个相关的介绍连结，你可以去看一下，说 Open Point 点数改成新制之后，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那现在的话呢，因为累积 Open Point 点数了不起，现金回馈率大概就是多少？3%左右嘛，好，3.3%左右。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指定的联名卡有给加码的部分，但一般而言的话，大概都0.3%、就是你在小七的消费，然后如果使用 iCash 的话，可以累积到的是0.3%、就很低。所以与之相比的话呢，这个8%就还蛮吸引人的。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很习惯就是累积 Open Point 点数的朋友的话呢，那其实你就可以考虑办这张卡片。但是呢，它有两个通路是排除的，第一个是小七，第二个是家乐福。好，这些通路的话，其实之前累积这个就是使用 iCash 扣款有一些额外的活动，但是现在都没有了，它直接排掉哈。所以你只能够在康士美、星巴克或者是麦当劳好进行消费的部分，可以拿到8%回馈。好，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大家参考，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吸引力的。好，那它有一个限制，这边有写到就是单笔消费要100块以上，如果你只刷十几块钱，那不行。好，所以你啊，但是我觉得你去星巴克一杯咖啡就超过100块了嘛，然后你去这个麦当劳买一些套餐，可能也会超过10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门槛是还好，但是呢，你还是要特别注意，你不要说2块钱、3块钱也在支付，那没有用哦，就没有回馈。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每个月的回馈上限为300哦，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好，因为它这个回馈不会太少，所以如果你自己主力是也常去星巴克或是麦当劳，想要省钱的话，那你应该要换这张卡片。好，它的活动到这个走到年底12月28号，好，所以到明年2月28号，所以它有半年呢，好，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片那你就值得换了，因为你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拿这些回馈。好，这是我个人为什么要办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有牛肉端出来了，好，有牛肉端出来了，那当然就是要申办啦，好，管他3721，旧卡先解了再说。虽然说有人在我的那个留言串里面讲说不环保，但是呢，就是没办法，因为银行它就是这样玩嘛。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粉丝对于这个换新的卡面有没有什么想法哦？因为我这边我看一下，看有没有最新的，我看一下哦，有。好，其实我昨天也有，就是这个卡片上线的当下，我其实也有第一时间就是跟大家分享哦，所以。这边其实也有看到，就是大家的卡面投票情形，顺便来聊一下下哈。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卡面好像还不错哎，但是有些人是觉得说，旧的卡面就好了。那到底大家的这个回复意见状况是怎样？目前有触及15000多人，然后有800多票，有60%以上的人是喜欢新卡面的。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选新卡面啦，还不错。好，所以如果你自己是新旧在挑选的话，这个。网络上的大数据是跟你讲说，比较多人选的是新卡面，好，所以这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好，继续往下啊，来，噔噔，好，其实它这个玉山 Uber 卡，它还是有两个还不错的小活动，有亮点还是可以用的。那一般的网购消费，我可能就不会用这一张，因为它3.8%真的有点低。好，第一个就是上面写到 Family Pay 活动，这 Family Pay 的部分，你只要绑上 Uber 卡。那么在超商扫码的部分的话，包含缴这个所谓的缴费，然后电话费什么的，只要全家有代收，那么你可以刷这个条码过去的部分，都会拿到这个额外的
这个 8% 的回馈哦，那上限只有100啦，也就是说你刷大概1250左右就会封顶了。但是如果你拿来缴燃料税或者是重手税之类，它是还不错，燃料费或者是重手税之类的哦，其实都还不错哦，所以这部分的话也是蛮特别的优惠哦，所以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这个是可以缴税费限定的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对大家来说的话，你平常如果有一些小额的账单要缴的话，用这个来赚点数是可以的哦，好。那第二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揪好友第二波，去年第一波是这个 AirPods 吧，那现在的话就送那个什么吹风机，我就发现说就算它的市价跟那个我们 AirPods 差不多，但是就是没有人要办哦，就是如果你是玉山新户的话，你甚至根本不会想要跟团来先办这张卡片，因为你怎么回馈都没有。那当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要办啊，而且它权益回馈又缩水，叫大家剪卡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会想要办卡呢？所以玉山新户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选择其他的卡片呢，比如说拍卡或者是 Only 卡之类的，这些回馈可能还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是他的目前的两档活动，就是 My Family Pay 或者是这个旧好友的活动，提供大家参考。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影响力，然后也可以邀请亲友来办，你可以找10个人的新户来办这个，那当然也 OK， 你也可以拿这个东西啊。只是对于我们卡板帮来讲，我就觉得这东西根本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啊，怎么可能会有人为了要有这个吹风机，然后就疯狂去推卡，就不合成本，不划算啊。对，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其他网购神回馈信用卡有没有很厉害的卡片提供给大家参考哦？除了这个 Uber 卡之外，到底有没有哪3张宝可梦推荐的？好，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当当哦，有3张，好，那至少都有5%回馈以上。但是呢，这其中我觉得门槛最低比较好用的就是只有第一张，也就是永丰现金回馈 JCB 卡。好，那如果您是新户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就是以永丰新户身份资格来申请这张卡片，加上办卡哦，就是跟团。那么本团还会有这个最新的 iPhone 12抽奖等大家哦。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张卡片哦，它就是月上限6666元，因为它是好像是1%、2%、3%这样子去做 combo 起来的，所以它有一个门槛的集聚是200，所以往回退的话，大概就是刷6666元左右都是符合资格的。但是它有一些限定的通路，但基本上像雅虎啊，然后这个 PC Home、某某都是符合资格的。所以这张卡片每个月刷6666元，我觉得是 OK 的。好，然后它的是刷卡金折抵刺激账单。好，第二的话呢是华南哦，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基本上他们现在也不太管我们 KOL 啊，所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好，它就是你如果是新户申请的话呢，有好几个方式可以拿到最高 combo 5.5%，比如说绑定 SNY， 然后还有限定 Visa 的这张卡片，跟一个应该是那个蝙蝠侠的卡面嘛，好，是不是？好，它就是有这两种卡面选择的话呢，可以拿到最高 5.5%， 但是月上限也就6000块，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看这么多下来，好多银行就是网购了不起一个月给你6000块，好，的上限，然后大概就是 5.5%到6%，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样拿算下来，大概一个月只能够多拿300回馈啦，但是也不无小补。好，第三张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本身非常老字号的一张信用卡，网购在2年前非常厉害，但是已经跌落神坛的国泰世华 COCO 卡。好，但它给的是 5% 回馈，需有当月新增消费5000，包含网购的部分。好，那你最高上限是6000，所以它这门槛超，这个 cap 超低的，就是至少要刷5000，然后但是刷超过6000就没有回馈，好，就回馈就是只变0.3%，就很烂。好，所以你要拿这5%回馈，你可能要算的比较紧一点，就是直接就刷6000就好。好，所以这是3张网购神回馈信用卡提供大家参考，至少都是5%到6%的水准，但是呢，各家的条件不一，有的要新户，有的要就是刷5000，好，门槛都蛮高的。所以想要低门槛，我还是推荐永丰现金回馈 JCB 卡，比较简单，不论新旧户办下来直接刷就好了。好，这是比较对消费者比较 nice 的选择。那其他的就是限定新户啊，那个有消费门槛，我就比较不推了。好，那最后的话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就提醒一下，我们宝可梦还金句还是出来了。来，今天的金句要跟大家教的就是，当当，好。换汤不换药，所有的银行都是一样，下半年狂推新卡，但是优惠权益没有什么变更的，这种都叫做换汤不换药，它叫做形式改变，但是内容本质不变。这样的情形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吸引到新的客户，但是
我们这些旧的客户就会在那边作弊上关，就说：“好啊，你再来，再看你要耍什么把戏哦，老狗耍不出新把戏，永远都是只会退新卡。”好，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回来就是初心的，你的使用信用卡的初衷就是说，如果他的卡片优惠好，你再用哈，那会被这个卡面吸引的人呢？除了就是换卡哈，为了换卡而换卡的，除了宝可梦之外，除非就是你真的是很少女心，或者是觉得说哇，真的好棒哦，我一定要换一张的，再跟风，不然的话其实也只是就是不环保，浪费地球资源而已啦。好，但是没办法，就是为了要宣传，我还是得办一张给大家开箱给大家看这样子哈。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内容呢，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哈。如果你觉得 Uber 卡的这个权益更新优惠，宝可梦解说的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也非常欢迎你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好，小铃铛开起来，最新的优惠呢就会传送到你的 email，好，你就能够收到最新的通知。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把这支影片公开的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亲友，让他们一起来领略这个网购神卡的超级威力，好不好？好，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